大家好，我是申浩 TV 的申浩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通过 Google Chrome 开发工具检查网站的动画。Q&A 工具，我们将使用 Google Chrome 浏览器。谁会使用？通常是 Web Designer 和 Web Developer。为什么？为了达到完美的呈现，开始执行。首先，我们将使用 Apple 网站作为 sample，这个是苹果网站。我们看到有很多 animation，很多动画，例如这个 search button 打叉。至于要如何看得比较仔细呢？我们这里可以选择这个工具栏。More tools, developer tools。所以现在我们要点击这一个 animation icon，点击这个 search。大家注意到没有？在右手边这边，它已经开始呈现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先点击。大家先 preview 一个小的 screen，然后我们还可以从这边调整。你可以，我们都可以使用慢步骤来呈现左手边的画面。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个是由哪一个 CSS 的 class 组成的，我们也可以随便调动。有的调动将不影响真实网页。复习。首先点击自定义按钮，再点击更多工具，再点击开发工具，或者是使用快敏键 F12，或者是 Control Shift I。点击动画按钮，尝试。谢谢收看我的频道，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请点击个 like，留言给我，告诉你的感觉，或者如果你想要接受更多关于 IT 与 programming 的知识或 tips，你可以点击 subscribe 我，谢谢。